的时候，我喜欢，旅行和家很好，人，旅行。很好，还有呢？你喜欢做什么？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去咖啡店。嗯哼，去咖啡店很好，好，对对，去喝咖啡店，很多人去喝咖啡店喝咖啡或是看书。你去咖啡店喜欢做什么？chatting with 很朋好，友。所以记得吗？记得 chatting 吗？聊，我们记得这个聊天，聊天和朋很友，好，很好，和朋友聊天。聊天。很好，放假的时候我喜欢去咖啡店和朋友聊天，也喜欢和家人旅行。秀丽，放假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放假的时候，我喜欢，去，吃饭。到了。我喜欢去吃饭，吃饭吗？一定，很好。And something else? What else do you want to do? With friend? 很好，我喜欢和朋友去玩，很好。所以你可以说，放假的时候，我喜欢和朋友去。哦，因为这是功课。放假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请写三个。You need to give me three ideas。我想要和朋友去咖啡店聊天。我想要和家人一起去旅行。我想要和妈妈一起做面包。所以放假的时候，你想要做什么？Three sentences。Three sentences。好，记得哦。好，好，Hello，运气啊。好，加油！他刚刚到家，辛苦了，辛苦了，很累，很累，很好。好，印尼很对多不地起，老方师。有很多，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因为大家都很忙，好，大家都回家，对吗？好，没关系。好，再来看下一个。好，他怎么了？他开心吗？他他不开心。很好，不开心的时候来运，美香，请说。不开心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听音乐。非常好。不开心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美香，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 sleep。我喜欢睡，我喜欢睡觉。睡觉。很好，睡觉。好，我们来看一下哦。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睡觉。好，睡。哎，等一下，睡。哎，睡觉。好，到这个字呢，它有两个声音。好，因为它在我们有学过"觉得"，我们学了"觉得"，那它也可以说"叫"。睡觉，对不起，干嘛？来，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睡觉，请说。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睡觉。很好。秀丽呢？不开心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不开心。秀丽在吗？不开心的时候，if you're not happy, unhappy。不开心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读书。嗯哼，我喜欢看书，我喜欢读书。运霞，不开心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很好，老师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吃蛋糕。
所以我常常吃很多蛋糕。嗯，吃蛋糕 after 吃蛋糕以后，我很开心。It's very easy， 很容易。对，很多人不开心的时候买衣服 ，buy a lot of things， 买衣服，买很贵的东西。可是我吃蛋糕，嗯，不好。为什么？因为很胖，嗯，不好。好，对。可是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常常吃蛋糕。好，我们再来看这里。上课的时候不可以看脸书，请跟我说，上课的时候不可以看脸书。上课，上课的时候不可以看脸书。很好，上课的时候不可以做什么？玉霞，上课的时候不可以做什么？上课的时候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吃东西。美香呢？上课的时候也不可以做什么？上课的时候也不可以跑步。不可以跑步。嗯，在教室跑步不对。你可以上 PE class 可以跑步，可是上中文课不可以跑步。秀丽，上课的时候不可以做什么？嗯，上课的时候不可以跟朋友聊天。非常好，不可以跟朋友聊天，很好。好，这个是什么什么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好，一个是快要什么什么了。好，变怎么了？下雨了吗？ It's raining。 现在下雨了。下雨了吗？ Not yet。About to, about something, about to do it. 所以快要下雨了， not yet. 还没下雨，快要下雨了， not yet. 好，比方说什么？现在是8:05，几点上课？8:10上课。上课了吗？还没。快要上课了，我们就会说快要上课了。Not yet， 快要上课了。好，那可以说什么呢？我们请韵霞说说看，姐姐的生日，姐姐。姐姐的生日快要到了，到了。About to arrive。About to the time。 好，比方说今天是5月3号，姐姐的生日是5月10号，姐姐的生日快要到了。很好，我们班有人5月生日吗？秀丽，你的生日是几月？ Birthday， 你的生日是几月？5月。五月哦，几号？几个？几号？比方说5月3号 ，May 3rd，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7号。哦，那你的生日快要到了。哦，好。真的吗？好、，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哦，生日快要到了哦，真的吗？哎，今天是2、3、4、5，4号哦，还不急，是这个星期六。好，我们帮你唱生日快乐歌 ，Happy Birthday， 唱歌。好。不客气，我们星期五唱歌。好，再来，请美香说说看，篮球比赛，篮球比赛快要开始 ，start， 开始了，很好。比方说，篮球比赛晚上六点开始，那现在几点？现在是晚上7:40，篮球比赛快要开始了 ，about to start，
快要开始了。好，下一个我们请秀丽说说看，我们快要我们快要放假了。很好，快要放假了。今天好，比方说五月号放假，今天是五月三号，快要放假了。现在还没放假，那 yet 快要放假了 ，about to。好，比方说，你可以说，你看，快要上课了，我们去教室吧。教室，好，你有什么东西？雨伞吗？好，我觉得快要怎么了？快要下雨了。我觉得快要下雨了，非常好，快要下雨了。现在4:50，比赛怎么样？快要 about to start， 快要开始了，快要开始了。对，很好，你可以说快要开始了。那比方说快要开始了，很好。那也可以说5:00比赛 over，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比赛快要about to over， 几点开始？几点结束？结束，非常好，快要开始了，快要结束了。好，听说你不要去海边玩比较好。好，那比方说台风，记得台风吗？台风快要你可以说台风快要来了。好，台风快要来了，或是听说外面快要下雨了。很好，听说外面快要下雨了，这个外面是 outside。 好，外面快要下雨了，不要去海边玩比较好。好，很好，这个是快要什么什么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句子。好，比方说第一个，请美香说说看，台风快要来了。很好，好，比方说我知道今天是五月三号，我看 the weather report。 好，他说5月8号有台风快要来了， it comes here， 来了。很好，再来请韵霞说比赛快要开始了。比赛6:00开始，现在是5:45，快要开始了。好，一定要有了哦。好，快要什么了是一个 grammar。 好，那你也可以说快要上课了。天空，哎，请秀丽说天空怎么样？天空快要下午了。下雨了，请跟我说。非常好，现在还没下雨，那也快要下雨了。很好，好，这是第9课的快要什么什么了。我们看一下这一课有什么。好，为什么你要开始跑步？为什么他要开始跑步？快要下雨了。快要怎么了？很好，快要下雨了，我要跑步回家。非常好，快要下雨了，我要跑步回家。很好，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1、2、3，我们都学过了。好，韵霞，念念看这里，你计划。什么时候要去山上看
风景。风景，记得风景吗？我们学过风景是 the view， 对不对？你计划什么时候去山上看风景？好，那如果是你，你怎么说？美香，我计划。我计划，明天。嗯哼，你可以说我计划这边要有什么时候，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这个 time 是什么 time。我计划明天，或者是我计划星期二，我计划 next week 下个星期都可以。我计划下个星期要去山上看风景。好，请问你计划学多久中文？差不多，差不多。好，比方说，你可以说我计划学差不多三年中文。我计划学差不多三个月中文。秀丽，你计划学多久中文？ How long？ 我计划学，我知道了，不知道。好，没关系。那你想一想，好，这里不可以写我不知道。如果不是真的 ，something not real， it's okay。你可以说我计划学一年中文。我计划学两年中文。韵霞，你计划学多久中文？我计划，我计划差不多一年。嗯，好，所以我计划学差不多，我计划学差不多一年中文。非常好。美香呢？我计划学，我计划学差不多，二年，两年中文。好，我计划学差不多两年中文。好，记得哦，学两年中文，学中文学两年。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好，所以韵霞可以看那个 video， 看影片去 review 复习。好，所以第九课今天的功课就是这里，请看这个 slide。 对，所以你们要看一下，那里有一个棒球比赛，好像很怎么样，很热闹，我们走路去看好不好？第一个 slide， 然后还有这里，请听，然后一样选 A B C D， 然后第四个，好，记得 reorder the sentence， 好，要想想哦。好，再来下一个，是一样是说句子，还有阅读测验，没问题。好的，这是第九课。好，请问今天还有没有问题 ？Any questions？ 有问题吗？好，请说。对。我们我看一下哦，因为老师今天有事情，先两个小时。好，好，美香，等一下你留下来，我们说什么时候你考试 ？OK， 是考试对不对 ？OK， 没问题。好，韵霞有问题吗？没有问题。OK， 我等一下会把 link 给你。好，所以好，等一下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 OK， 拜拜。辛苦了，辛苦了，你很累。好，刚刚回家。好，秀丽有没有问题？秀丽，没有老师。好，不是秀丽，I will send you the link to type the Chinese.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can type Chinese in computer, also in your cell phone. 嗯。iPhone or Samsung. Okay, 秀丽 ，which cell phone do you have? iPhone or Samsung? iPhone. iPhone. Okay. So I will send you the link. But do you have a line? No. 好，没关系。好。If you have a time,
if you because it's easier for connect with me, or you can write email to me. Mm-hmm. But if you have time to download the app line, so because all of the class students will be in a line. Oh. So if it's available for you, please download the line so we can chat together. Yes. Okay. Okay. Then I think I sent you the link already, so you can check your email, then you can get the link. Then you can see the materials in our class. Okay? Mm-hmm. I want to give you, so let me check. 老师? I don't go here. 对,好,美江请说。I can take the test tomorrow, so can I? Yeah. No, tomorrow. We won't do a test tomorrow. I think, let me check. How? Okay, 那我看一下。So, Shirley, I will send you the link through the email. So when you download the LINE app, then I can talk to you more with the link. Mm-hmm.you can talk in line. Okay, 非常好。好，所以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谢谢老师。美香 stay here, I will talk to you later. 拜拜。谢谢老师。